戏近期在台北开启了演唱会活动，女孩们除了劲歌热舞表演了许多热门歌曲外，还特意准备了中文版的 Mizzy 来演唱给现场的粉丝们呢。在演唱会上都是以超高强度的舞蹈来进行表演，而莉亚在后段因为体力的因素，看得出舞蹈力度已经逐渐跟不上队友，可以感觉到莉亚虽然很累，但依旧对舞台毫不放松的态度，让粉丝们感到相当欣慰。